我是刚刚呢找到那百姓的。7月23号，瑞芳的18:55，收拍的是438次哦。收领八车江华东线，太阳台东的半直达用3.12变速的，一旦到太阳线的年纪上列车。安全你一车哦。拜拜，再见了。然后3001车往，皮蛋豆藤要新南机之下列车在瑞芳站通过了438次。好了，下面的马掌们多多给我们聊几万，然后接下来见，拜拜。好了，晚安，再见。